好，详细的肇事原因我们会随时来为您掌握了。那么继续要来插播的另外一个最新消息是在新北市的新店中午发生了枪击案，而且有一个人受伤。那么根据了解呢，当时台北市的便衣刑警呢，他们是在追捕嫌犯，不过因为嫌犯拒捕，因此双方呢是开始对峙。那么警方是朝着嫌犯呢是朝着警方来开枪，而警方这时也回击，嫌犯的腹部受了伤，目前救护车是已经赶到了现场，将受伤的人送医治疗。后续有更多的消息，我们也会随时为您掌握。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